少女来了，美若天仙。希望我们下一次的邂逅是被我们已经预谋。你们就勇敢快乐地向前冲吧，你们是最棒的。林妙妙正式脱单。大伟出事了，大伟！妙妙房间有个男孩。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男女关系叫兄妹，有一种感情关系叫友谊呢？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我不能，因为从一开始，那个错的人，他就是我。两个人只要身体健康，比啥都强。妙妙，小心！啊，我扶你。好。小心，来，小心台阶。慢点。哎，三爷，快进来呀、啊！磨蹭什么呢？快，来呀、啊，来快！大家都站稳了啊，电梯马上要启动了。等一会儿游戏结束，大家都来前台领取手机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妙妙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啊，好。你这胡子还挺搞笑。哎，你这眼镜跟我高中时候可像。是吗？我高中时候就戴眼镜，然后也是蓝色的校服。多可爱啊。恶心吗？恶心。哎，一会儿我先上。是，点到为止。
不要太过了啊。我妈拜托他来照顾我。照顾挺好的。妙妙，她就是我的一个姐姐。什么姐姐，非得同住一个屋檐下呀？行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，犯不着，对吧？我对你的事情呢，也一点都不关心。你真的是误会我了。完了是吧？想清楚啊，这手一牵上，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松开了。你把手放下，不然我就告诉爸妈。反正也睡不着，不如不合适吧。阿姨，找男朋友都是先斩后奏。盛楠，妙妙回来了。林妙妙，你过境吗？阿姨贝，开始。停！停！过来！那就再来一个吧。开始。挺好的，可以了。走一路你都不知道牵我手，你还揣兜里。开始。哎呀，忘了躲开，忘了。我是不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？我现在有点像你妈了，黄色男人这样。他还比我们更一致。我没有。走啊。你买菜不嚼，这个人站定回头就往上走着。然后上一场怎么能不